后你也是我另外一个大儿子，是不是啊？妈，八字没一撇呢。谢谢妈妈。哎，等等等等等，你这个领带系得太正式了，我给你来个休闲的。啊。就这样吧。这个结有点眼熟啊。这个是红领巾结。就这样吧。哎，不行，我爸妈看你是第一印象很重要。我觉得你戴领带还是太正式了，要不然拆了吧。哦，还有，记住我昨天跟你说的注意事项啊。嗯。好好表现哦。叔叔阿姨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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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唐立奇，姐夫，妈，你女婿来了。妈，这个是昨天对好的答案，你如果不放心呢，现在去卫生间看一看。嗯，加油。哎，哎呀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阿姨，哦，你就是小沈呀、啊！哎呀，没想到你这么高的个子呀！哎呀，真好，真好！妈，你都给人看害羞了。哦啊，你看我忘了正事儿了。哎，那个，我给你量量尺寸好吧？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看一下啊。哎呀，120。啊，刚刚好。哎呀，小沈，你看你这身材就是搞体育的啊！来来来，我看看啊，比一下这个。哎呀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正好。哎，坐坐坐。啊啊！你看啊，我听他弟弟说啊，你一个人在国内这衣服也买不好是吧？那这件毛衣呢，原来我是织给他弟弟的，没想到啊，织了大一号。你看这大了一号，大出一个人来。你别说话，那刚才呢？我量了你那个尺寸，这件衣服你穿刚刚好的，你要不嫌弃的话，那你就收下好了。嗯，哎，那太好了，哎，真好。你看，那这当妈妈的这心血也没有白费是吧？啊，话说回来了，以后你也是我另外一个大儿子，是不是啊？妈，八字没一撇呢。谢谢妈妈。哎呀，好好好好好，真好真好。既然这样，改口费跟过年红包也不能少。讨厌你。疼不疼？啊，哎，小沈，来来来，那吃橘子啊，很甜的，很甜的。妈，这些都是小沈给你买的，你尝尝。啊，是吗？哎呀，小沈，哎呀，你太贴心了，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些啊？谢谢啊，谢谢。应该的。谢谢。妈，你正常点。我怎么不正常？我不是也这么对你的吗？现在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？翅膀硬了就开始怼我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！我跟您20多年的交情，能不了解吗？妈，该不会紧张的是你？你在用自来水也是紧张吗？还是姐姐了解你啊？妈，我也早发现了，你就是见女婿紧张了。你想找打是不是啊？我紧张怎么了？他们是第一次见家长，我呢是第一次见女儿的男朋友，我紧张点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听我说，怎么了啊？我回来了，爸！来，儿子，接一下。哎呦，来帮着端一下啊！哎，爸，正常吧？哎呀，赶紧的，小沈来了。哎呦，叔叔好，这大高个儿有小沈呐！啊，来，欢迎光临，好久不见啊！不见。原来你们见过呀？嗨，这不一见如故吗？来坐坐坐，赶紧坐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你看，这就是小沈给我买的，你说他多好，都知道我爱吃什么。都是您爱吃的啊！我来，我给你来一个啊！哎呀，看看有没有过期啊？哎呀，这啊，你说，哎，这是开玩笑啊！哎，小沈你也吃啊？来，来来，你也吃吃啊！哎，你们家氛围真不错哦，不是咱们家。你够了，你够了。